盖球保鲜。快点，嗨，小朋友，大大声的，再小声一点。嗨，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是我们原百杯的手足球。好，大家应该看过这个手足球吧？好，那因为呢，世足赛呢，在昨天热烈的展开，那我们也因这个热潮，我们特别举办这个手足球的部分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举办的活动是亲子的体验组。好，那今天的报名呢，大概有还蛮热烈的，大概二十几组。好，那我们是采单轮淘汰制啊，就是两两一组。那呢，一组大概是我们预计大概是三分钟。该讲球就了，该讲球就主别太。然后呢，谁先得两分，谁就赢。好，然后呢，大概我们大概估计大概三分钟。然后呢，我们前三名的，好，我们会准备精美礼品，好来送给各位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有这个活动，好，因为我们这个活动三点准时开始。好，那还没有报到的那个小朋友们，赶快来报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为了这个活动，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华民国的手足球协会，好，积分排行榜第一名的，好 ，Jack 先生。好，他可以说是我们目前呢，华裔的球员，他们在里面。好，不过还蛮特别，最近从他的夏天呢，来为我们展现来讲解一些简单的一些手足球的规则。好，因为你们看这些台前的积分，其实它规则很多啊。你们也上队吧？是觉得哇，很可以去攻击啊。就是说，刚才都有小台，它里面的这个，里面的一些那个卡片什么的，这个是。有点小繁杂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俊哥来帮中间是球，黑色的球，黑色的球，好，那你们到时候在练习自己呢，像你刚刚像小朋友这样转好几转，那就是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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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六十五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就是犯规，一转就没一个转弯，现在让大家怎么样？主要是那个好，大家怎么样？好，其实那个规则也蛮细的，黑色的球，黑色的，两分，黑色的两分，我觉得还蛮困难的。来，那其实蛮好玩的，觉得蛮好玩的。好，真的上了篮分难解，到现在球都没进，来加油！呼呼呼！哇，听到之后马上三分投，灌了二十圈，总算进了，哈！进了进了，来！黑上去，黄上去了，也打不到了，加油加油！哎呦，哇塞，弟弟还手劲还蛮强的，停停停，加油加油！停停，哎呦，哇，防得好啊！哇，黑球打不到，死球，来，黑色的球。来，开始。我这样。哦。小强，四球。哎呦，差点被那个鬼进。啊！耶，好球。来，黑三军开球，来，准备。哎，卡住！哎呦，哎呦！天哪，直落二。比赛结束，谢谢。哎呦！哎呀，前面有黑人。那个黑人挡着了，前面有黑人打不到，哎呀哎呀，好危险！哦，长传，哇，长传到中场，长传到中场，结果被黑色拦截，现在黄色打到后防，后防慢慢追球，天球，为什么没有打到黑人？哇，好多黑人啊，黄金，哇，哎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自打球，哎呀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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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长传结果。哇！黑球打回去，黄球打回去，黑球打过来啊！哇！哎呦，天啊！三四名！啊！第三名，心战紧张啊！让他们加油！我们的手拿我们的手足球杯的冠军即将产生了啊！哇，紧张啊！黄军攻势多于黑军哦，现在黑军处于挨打的局势哦。哇哇哇！非常刚刚。哇，黄军在跳芭蕾舞啊，转了好几圈，他看不到。黄军在跳芭蕾舞。哎，小心，哎呀！哇，翻转了。哇，二十几的同人阵啊，打不下去了。加油！小小的出台啊，学武是很大的，对不对？来，黑色发球，红色打到，黑色再打过去，就我。我讲一点。黄军暂时领先，来黑军开始发球，哇，妈妈好厉害哦，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，哇，冠军产生了，怎么样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吗？
你们也很棒，你们第二名也很棒，好厉害！来，握个手吧，冠。握个手，握个手。冠亚军握个手吧，冠亚军握个手吧。来，冠军是。哎，我们冠亚军合起来，我们拍个照。